要戴口罩吗？不用，不用。好，问一下哦，五位主持人当中，这五位吗？五位，选两位，选两位是不是？好。今天我们五个人来到了台湾地景花园，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有来过了。对，我们现在选的地点基本上都还是要就是人少一点，对大家都比较好。这个地方算是我上次在那边待了很久，但是我其实对这边没有太大的感觉哦，因为我上次出现大概差不多五秒钟，游戏就结束了。就是，对，所以我这个里面我还是没有太大的印象。那里面有80几种体验设施，哎，你都没有体验到，完全没感觉。要躲哪里？我现在很恐怖哎！我看到了，黄仁博！我看到了，黄仁博！我看到了，黄仁博！不敢，不敢！你今天可以好好感受，我希望可以感受一下。都会在这边。对对对对对。哎呀，可是就只有我们五个。今天也有主题要玩，所以会有六位来宾来参加。哦，六位，先欢迎他们出场好了。好哟！厉害了吧？明明你们就站旁边，我们要假装没看到。你刚刚说就我们五个，你就站这么近。这一团很明显的就是爸爸带着自己的子女出来，感觉特别和谐啊！太好了，爸爸辛苦你了，有了车，好不好？让他们一家的那个进去没？你看爸爸跟儿子这样真的有有点像，很优雅，一家都好高哦，跟女生都长超漂亮。但我觉得今天他们都是战将特辑，战将啊！今天总共有11个人啊，加上五位啊。今天要玩什么？今天这一集有一个主题叫做“环游世界大富翁”。大富翁，好像是我也听起来。我穿上一圈好累哦。来到民俗博物馆前面，哦，人家都已经休息了，我们还在录影。你看，我们现在两圈还没走完，天黑了。好可怜的，玩那么累，才一碗面还要三个人。我赢得我们今天特别辛苦，平常不会这样，你不要担心。哦，真的。欢迎你下次再来。差不多第二圈色就是啊，下次不要再来。我们现在大家都不能出国，但是我们可以来这里出国。我们会到象牙海岸呢。哇，好赞哦！好赞哦！好赞哦！大富翁不是有那种暂停一次，好好哦。还有在哪？有坐牢吗？坐牢？只有坐牢。我要坐牢。还有奥赛的那个声音。想想坐牢，两个暂停一次这样。真的有那么多国家，我们要怎么玩？待会会分成四队，然后从起点照顺序掷骰之后，就前往指定的国家进行任务。3小时之后，剩余较多饥饿操的队伍就是冠军，获得9000元。最多，剩余最多。饥饿操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任务，然后任务的难易度不同，所以要付的钱也不一样。假设你骰到这个国家，如果这个国家还没有被敌队占据的话，你付完空地过路费之后就可以执行任务。任务成功就可以占据这个国家了。那下一次掷骰，如果你又来到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免费执行升级任务。任务成功就可以盖房子。哦，跟大富翁一模一样，大富翁一样，慢慢盖，解有没有？对对对对，绿的有红的。我好想去埃及盖房子哦。如果这个国家已经被敌对占据了，你就要先付规定的过路费才能执行任务。任务成功，你就可以等着下一次掷骰，没事。任务失败，你要再付一次钱给地主，8两4匹。然后限时3小时之内，如果你破产了，就要当场淘汰，并且成为债主的仆人，要随队帮他们撑伞遮阳、捶背按摩、递茶水。天哪！所以这还是要过关的能力要强，而且你要过关才能买。
如果你到了那个关卡去，你到甩到这边，然后你没有过关，你不能买，你就一直在付过路费。对，要买到那个地，你才可以有办法赚钱。都没过关，可能第一圈就破产。对，在三小时之内，只要你有经过起点，刚好在起点不算哦。如果可以经过起点的话，就可以再获得五张饥饿超，还有每人一杯优格冲击，还有优格，踩到不算，要经过哦。哎呦，所以我们就可以吃林凤营精品优格。哎，这个真的是经典，它因为它这个精品优格系列啊，这三个其实都做超棒的，然后有不同的口味，经典浓优格哈，鲜奶优格，还有希腊式优格，哎，这都很厉害的。对，他们这个优格我真的是每一天都在吃的。哎呦，其实。就是这个麦片，然后呢，就是直接优格，然后直接加麦片，然后就这样子当一餐，其实饱足感也很够。而且它是真正用鲜奶去做发酵，不加奶粉，也不加糖，也不加水，所以是真正的浓醇香。而且呢，它其实有三种不同的口感，吃起来，然后有三种不同的口味，可以依照像刚刚说的，可能料理的方式，可以选取自己的需求。嗯，精品优格。哦，精品啊，优格界的精品。好好好，那现在分队嘛。OK。我会分成四队来玩大富翁。OK。四队哦。11个人。对。第一队的队长就是仁甫了，第二队的队长就是鞋子，第三队的队长是花花。哦。然后孟哲跟君君都同队。为什么？啊，既然他们战力都很好，为什么可以同队？因为在那个开场前，我们要先问那个六位来宾。对。最想跟女生哪一队同一队闯关，可以选两个。对，第一名是仁甫。第二名是鞋子，第三名是花花。哇，我们没事啊。第五就变成凑一对。五位主持人当中，这五位吗？五位。你最喜欢跟谁同一队进行闯关？选两位。选两位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这位。哦，因为之前他情意相挺来拍过我 MV 啦。他。因为我有在看节目，然后听说他是比特犬嘛，很会找东西，然后我刚好不太会找东西。这两个，我不选鞋子啊，因为他感觉体力或是智慧好像没有特别突出。是这两个，许梦哲，你原本是怎么选你都会排第三，你现在已经掉到第四了。过去，谁想跟你过去？不好意思啦，谢谢。你只是第四而已，你要加油，因为在几集之后可能会变第五。君君跟孟哲是只有一票，是平手。哦，你讲出来，张孟哲的心声。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有一票，没有关系，我朝零票迈进。所以是他们投票的结果来做分队吗？好，那现在就请第一名的队长是仁甫。可以选，轮流选队员。啊，老想会，我们要不错哎，那真的我可以先选哦。好，老天爷是公平的。虽然呢，我们两个人就是没有其他的队友，但是我们经过私下猜拳之后，我们是先出发的。饥饿游戏的第二臭手君君来猜拳，竟然直接第一个。对啊，竟然是赢哎！但我们现在赢非常好，我们一开始就要先小，先骰小的点数。对，因为第一圈呢先占地，所以点数越小越好。换你的啦，刚刚猜拳是我先。那我就先骰。OK， 三，我们要三，一二三，到韩国去吃泡菜 ，Go！ 不要倒霉踩到他们的就好。好，你 Lucky Man， 好厉害 ，Lucky Man， 哎，我这个都很不行。BJ Go， 大家 BJ Go， 好，五，五的话，一二三四，这么快就组吗？送沙尾啊！我想要踩地盘呐，也掉太多了吧？啊，这个过的说不定会是好的啊，不一定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甩到他们家就好。好，对，不要甩到我们，不要看到人最好，不要遇到。对，拜托甩到，好，拜托，拜托，来了。哎，哇，还真小，一我们是去哪里？台湾。哇，在自己家。耶。好了，我们是第四名出发，希望我们可以甩到大一点的数字。嗯，加
对不对？不会走到他们占据的点。对，好，六六六六六六，你要六，你要六哦。六六六六六。哎，可以。五漂亮，漂亮，五五五漂亮。一二三四。主谋。有没有不好的预感？对啊。韩国。韩国。哎，韩国到了。哎。这个。阿妞，欢迎来到韩国。哎呀，阿妞，阿妞，阿妞，今天你收三张挑战任务的朋友。所以鞋子那么贵哦，三张哎，我已经大概猜到要玩什么。我觉得这个游戏一张，三个，好，那这一关要请你们轮流，这个是啥？轮流打画片，限时60秒，打翻地上的画片三次就算过关了。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我先吃啊，这里好晃，开始。孙鞋子啊，有人选是不是？哇，有人选了不起是不是？天哪！天哪！为什么？哎，天哪！快点，快！这个画面太可恶，好难哦！30秒了，这个不可能！打滚啊！等下，这片是不是有问题啊？哎，不可能啊！你打中间一点呢？哦哦！你打中间一点呢？哦哦！五、四、三、二。太难了，哎，失败，太难了。孙鞋子，你为什么要这么难搞嘞？打画片，大家不就是打边边吗？对啊。你为什么要那么迟钝嘞？莫名其妙。好烦哦，没过。对啊，这个。生气。哎，过了。我哎，可是我还是比较想占地盘哎。这个要怎么玩？主谋区，你们抽一张卡。主谋都没好康。对啊。你抽，你抽，我抽。我对于运气这个事情向来不好。好，一二三，第三张啊。睡哦。好啊。什么逻辑要抽第三张？啊，因为我们三个人。睡。哦。打开吗？对。机票卡直接抵达小区。下一回合就是也不一定要六步，反正你想要去哪里，你就直接。哦，我跟你讲，这个招数是这样，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吗？嗯。那如果我们回到亚洲，算过一圈。对，过几天。哎。然后又可以吃优格。对呀。不是，我看到那个陀螺。陀螺。我不会，我觉得就是陌生的东西。应该发礼遇起来吧。真的？对，你说那神之箱吗？对对对。这一关的空地费是四张。嗯。好，你先把4张交给我。我们对钞票很谨慎，我要再重新数一下。可以。有些时候会黏住啊，再数一下，一二三。好的。好，大波，你们请派出一位代表，哦，这位打陀螺的。啊，这位打陀螺。一次在线后把陀螺打进蓝色的框框，就可以获得空，就可以获得牌。谁会打陀螺？我们是不是都不会？我没有玩过陀螺。我觉得可以试试。你想试试吗？因为我小时候玩过陀螺吗？战斗陀螺。战斗陀螺。好。有什么打陀螺的？我记得打陀螺就是很快的那样甩，对不对？对，它需要你要这样棒，有一个棒。好，我要打了。加油加油，在蓝色里面，我们打进去哦。一、二，可以耶。3、4、5。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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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来就可以盖房子吗？对，下次可以盖房子。你怎么找？我在找盖房子。这个很强哎。哎 ，Hello，Hello，Hello。哎，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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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你们是我。对。好，你们换你们了。我们抽完的是收起来吗？还是放回去？抽完是收起来。换一张，换一副新的哦，不一样。哦。所以我们这里有一副新的，你们抽到是什么？很烂。烂的。他们说不能，他们说不能。所以里面都是烂的。很烂的，不能讲。你感应到了。我感应到的，我觉得，不然我们一人指一张，然后好，好，会不会同时指到那一张？这么多人，会不会几张？一、二、三，好，好都不一样，没有，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笨单拳法？剪刀石头布，加起来点是吧？剪刀石头布，我今天好烂哦！剪刀石头布，布，去哪里？好，占领卡。选择一个想要的国家，立刻占领。哎呦，你们的是什么？来分一下，我们是烂你们一点点。
机票卡直接抵达上。哎呦，我们要去哪里？很好，哦，那也很好啊。你们快直接，可是你们是立刻在，我们这里好像，我们还要过关呢。我们去还要过关，你们是变成没有玩游戏啊？我们还不劳而获。大富翁第一回合战机报告，绿队占领了台湾。第二回合，请丢赛。韩国没有成功，没有成功，韩国没有成功，只有绿队占了台湾，所以大家都没过。OK， 好，那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又更有信心了，耶！所以我们现在到哪里都 OK， 对，因为我们不用担心踩到别人地。没错，好，那我要踩了。好，一二，放轻松，小点，小点。哇哇，一下太大了！我们现在韩国嘛，一二三四五，到哥伦比亚。我们现在就是最远的可以去到泰国了的意思，对的意思啊，对不对？最多就绕一圈了。对啊，他刚刚这个过很久。还是我们到泰，我们到。对啊，我也觉得。他没过关嘞。他没过关，还是我们到泰国。好，那就那我们到这经过一圈，对。好，去泰国。这是谁骰？我骰哦。好啊，好啊，给你骰哦。那可以骰大或骰小都可以。我们是一步一脚印的队伍。我们到日本去吧。那你们要选哪一个？如果要移民，你们会移民到哪里去？我会想要纽西兰。对，纽西兰，我也是纽西兰。好啊。好，那我们就先占领纽西兰，好不好？所以我们呢要占领纽西兰。好，那到了十八的时候。OK， 好，十八给谁？换我吧。好。给我一个好运。多一点。三，我们在这边。哦，对，一二三，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哎呦，毒枭的天堂，走 ，Let's go。是。他应该不知道我们从这边。我们转眼间就环游世界一圈。圈对啊。我们有抽到机票。抽到机票。去哪坐飞机？三四。好。来，侯林贤健，他们全是优格界的精品。那我要吃这个。先来啊。对，希腊式，黎希腊式，我要经典浓优格。是哦。嗯。浓优格的是奶味。嗯，它很滑顺，我这个也超浓郁，而且吃起来感觉这好像吃一盒就会有饱足感。我的偏酸，嗯，这个 OK， 可是我喜欢吃，我喜欢吃比较酸的。其实浓厚啊，我这个经典浓，如果不敢吃太酸的人，我觉得也可以选希腊。这次还是好吃，嗯，这个我觉得超级适合放那种香蕉还是什么，香蕉比较甜，可是比较酸。嗯，那你们要飞去哪里？我们要去泰国，我们去泰国。走，对啊，泰国。好，我们现在到了哥伦比亚，我们看到了一盆咖啡豆，跟这个称重的。来，欢迎来到哥伦比亚，好，现在哥伦比亚采的就是咖啡豆。对，咖啡豆有名。这边要进行挖明转咖啡豆，哇，一人弄一次，嗯 ，OK， 可计30克就可以占领自己。那这一关要跟你收三张，又三张 ，OK， 没关系。三张真的很贵耶。一开始我们就多玩一点，多买一点。好，感觉很凉哎。这样子应该可以吧？就拍保养品这样。为什么手还这样拍？这样我想要它吸收，是不是？防队的，有人呢。好，他们在偷看我们，干嘛？他们如果不走，表示他们也是哥伦比亚。我们这样子要抢下来，他们一到就先付钱。对，他们是这个。他们一到就先付钱，30克，好，我要下去哦。好，一，快点，一，快点，好痛，哎，好像有点少。等下我耳朵都有哎，好像有点少哎，好像有点少哎，怎么办？那你现在摸你觉得你的脸有黏吗？你的脸，因为我觉得刚刚是不是我有点太多？那我没有，我知道啦。不要喷，你刚给我压太大力，你直接掉到底啦！我刚下去鼻子已经碰到底，所以咖啡豆已经从旁边炸出来了。好，你红哥，哦，红豆泥。乒乓球，这关的这关玩什么？放入费是三张，里面交3张给我。好，3张。你们派出2位代表。嗯。打日本传统羽球，日本传统传统，它是羽球，来回五下就有控制。哦，是不是要两个人身高一样的打比较好？可能哦，是羽球很好。我跟你讲，因为差不多高，这样会不会有点我在规避责任？就是我一直不打，还是你要试试看？反正应该还好吧。好，我试试看。对啊，给你，不要有压力啊，没事，我们已经有台湾了。我们已经有台湾了。谢谢。
谢谢。没关系啦，没事啊，没事啊。身体部位顶球不可以用手，拍出两个人合计五下就可以拍到板球。是，哦，四下，你只要一下就好了，对不对？对，是，你只要像他，那我就顶一下就好了。对，随便也有吧。你不要顶不到，都有。你这个讲觉得很可怕。进广告，就是对上去，然后他这样跑。预备，开始。我们已经拿完钱，吃完优格，现在来到泰国。好，这一关是什么？来到泰国一定要体验泼水节。好，我们三个人派两位来，一位队员射水枪，另外一位队员用脸接水，然后打到指定的高度。可是只要到第一条线就可以了。到第一条线就买地了。这个要靠脸反弹，这个要战术。对，第一个要拍出脸大，脸大。对。对，面积比较大，面积大的。啊，我跟你说，你就是，你就一直射它会进来的，对，因为我们在乎不要射到眼睛嘛，对不对？但是这边嘛，那你就这里让它，对，尽量在体验这一圈。我们只要，那你不要射太猛，我们只要太猛水会跑出去，六十秒内过这条线就可以买地，我们就买地，这么远了。对，然后计时六十秒，计时开始。第一点，对，嘴巴，哎，好像都散开了，再低一点点。对，这样好，有，这样好，维持这样，维持这样。好，过关。我过关了。过关。有好多好多。睡。有。你看，哎，这水怎么那么白啊？对啊。因为是帮你洗脸。因为我是小白脸。喂。好。然后我已经给你们送过路费三张。过路费三张。然后你们买到这个地的可以接橘色的泰国。好，谢谢。过路费是三张。对。那我现在给他三张。加油！我很不想讲这句话，但是真的是靠你。好，过不了。哎，隔壁的安静一点。我们现在在清油，我们在让那个脸。好烫啊！转一转，对。你听鼻孔有没有鼻孔？看看耳朵，我帮你看看耳朵。耳朵，哎，你耳朵有一个你推进去了，有一个你推进去了啦，你谁？是什么结果？不是啊，我要帮你把那个小穴线弄出来，你刚手过去一直推进去。人家都说有雀斑很可爱，但是如果雀斑长满整脸，真的蛮恐怖的。我们这样子有多少？14。哎，糟糕了，我8克，你才6克。哦，怎么可能？哎，对啊，太难了，这个真的难，所以没过。没过啊，没过。哎，好难哦！你们的脸这样漂亮啊！我原本以为我的脸也够大，为什么不回答我？他有多少？但是还是不够。那我先跟你收三张的过路费，你在旁边看就好。哎，如果你们过了，我们就要付你们过路费了。对啊，所以我们刚很想过啊。喂，我们刚应该。你立马我们怎样？他会到这里啊？这样好可惜哦。我总觉得好像不难呢。我一定有啦。那你们两个谁要上？石头，要不然就你们两个来好。我们两个不行吧？别说，我们的脸是我们两倍。哎，我是这样想啊。哎，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为了我们快过关，讲话快。我们派，如果派我的话，是等于是三个人的分量哦。我们队长好好，都不是。是，我觉得你的好像更小哎。他的额头比较多一点点。那我们现在用额头，那我们额头。对，因为他的额头比较高一点点，你的额头比较面积比较多啊。对。好吧，大小是差不多啦。哇，不会得罪，不然没关系嘛。女生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男生好难回答哦。不会，你知道哦，黏住一点点黏住的感觉，站着好了，真的吗？顺便再下补一点，不要太多。加油啦！先看一下这个湿度，对，左右捻一捻。吴杰，撞到不算。没有。撞到我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看到，我是这样子的撞到哎。对，他是撞到。撞到算了。我是撞到哎。头上还有5颗、6、7颗。因为我是闭眼睛呢。我屌，打不进去。哦。很烂呢，你们。是撞到又不是。他没有说一定要在哪里耶。哎，我刚应该可以耶，你们真的是哈。好，再次。像一个人不会过啦，一个人不可能30克啦。
不可能，不可能，一个人不可能。绑起来，看看。好了，可以，可以。这样，这样。还有，哎，等等，哎，你这样，你脸，你抬头，你抬头看前面，看前面。是这样。还蛮美的。这里怎么有一个那个壁虱在这里？哎，我觉得我们可以过，因为嘉伟十五克，哎，十五克。我就说我可以过了，我刚是撞到啊。嘉伟刚就看到三十克了。大步翁第二回合报告，橘队占领泰国，耶。蓝队占领纽西兰，哦。第三回合请四队直转。我们是从，哎，只有只剩我们都还没有占领，对啊，我们要加油。希望我们等一下可以赛到二，直接去 casino。卡西诺真的可以拼拼看。对啊，卡西诺真是赌。而且我们两个都是那种不服输的，觉得等一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部署一下，真的。对。哎，到了。卡西诺到了。汤哥卡西诺。欢迎来到汤哥卡西诺。哦，这个是 Pro 玩家区预测庄家摇出的两颗骰子颜色。菜鸟入门区，精明决定比大小后与庄家各翻一张牌 PK。哎，那这个赔率是就是一赔一，是吗？啊，对，就是一赔一。好，然后我们每一次压注的饥饿超是五张。哦，基本是五，基本五张，就是五张。哇，所以最少要五张。如果你想要稳稳的赢的话，就是菜鸟入门区是二分之一的机会。我觉得就直接赌这个。反正我们都已经讲没有，我跟你讲，不是，因为我们也要想一条退路是，如果我们后面也没有的话，至少我们看看这里赌多一点票，我们在后面如果踩到人家的地，我们才有钱付，我们不要破产，对不对？那我们就玩 Pro， 就赌赌看。对，不管怎么样，先走 Pro 的等级。如果你要黑黑的话，就赔一，一赔二，还是要一赔，还是就稳稳的拿个五张回来。我直觉是黑红哎。我也是，真的吗？对啊，好啊，我刚刚第一个直觉也想选黑红，那我们就黑红。好，那还有几张？基本五张，来个六。好。对啊，因为五张六六大顺。好的，庄家，我们压。好，黑红，黑红六张。好。好紧张。这样子，好紧张，好紧张。哦呦，哦哇哇哇，花式的，好厉害啊！要先开哪边？啊，就这样子哦。对啊。你不摇一下？不用，就这样子。先哪一边哦？好像被坑了。不会，我觉得先这边。我也是哎。好。哇。好。好。好。一二三，开。一二三，开。哇。一二三，开。哇。Yes。来，恭喜获得十二张，耶！虽然我们没占地，但至少我们的钞票没有输，因为在最终还是比钞票，对，比占地，对 ，OK。嗨，足球，足球，巴西足球啦！好，巴西是足球王国。然后呢，这一关是要用身体部位顶球，不可以用手。派出两个人，合计五下就可以买到吧？你会吗？顶球，我可以。你可以是不是？脚。你可以脚，我可以用头顶顶看的，真的，脚比较简单，那你们脚比较简单，没有，你先用脚，好，你先试试看，你如果能五下最好，三四哦，四下四下，你只要一下就好，四下四下四下，你只要一下就好了，对不对？对，是是是是是，那我就顶一下就好了，随便也有吧，你不要顶不到，都有。你这样讲觉得很可怕。进广告，就是这样进，然后再这样。没有啊，我就这样，然后扣丢丢啊，对不对？头算嘛，对不对？开始。对不对？开始。对。还有人。多送一下，多送一下。睡了。被你们那么一讲，我觉得压力超，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前一阵子奥运看太多了。啊，巴西过路费四张啊，越来越贵，那越来越贵。哎，我们刚有转一圈，贴纸贴纸，你没有觉得吗？我们有没有一种一直在起点？但我们待会就风险大，就是要绕超窄超大，不然都会越。但是如果这个站到的话，他们一过来就会遇到两个我们的地。对啊，哎呦，这是什么？韩国游戏是打画片，你们现在三个要轮流，在六十秒内让画片要翻三次，如果你没有过，你就要打到过为止。这一张的控地是三元，先天时间三元。可以开始打了，计时开始。感觉好像在打小人。
没事没事，可以可以。快快快，我们一可以可以。这怎么那么难打？打死你这小人！打，有跳起来，怪晕都打走，打死你！哇，快死掉了！快一片，快一片，快换，换换一个片，换这片这片。等等等，好。还是站着朝着他。小，加油加油！哇，七，好恐怖！五，我们一定要掉出去吗？三，二，一，人到！这世界上怎么这么多难玩的游戏啊？有了！哎，可以！快点快点！怎么释放？用力打掉！我们用力啊！是什么？是。哇！要连续三次！哇，你怎么那么强？打到鼻血都要喷出来，用力！你看那个豆花五秒就翻过去了。OK。陀螺怎么会是这样打？哎，等下都是要帮你打。好紧张哦！你看这够不够紧？不够紧再重新打。没关系，没关系，我相信。可以了。经过你的手。有了，有了，有了。碎碎碎。三。水啦，水啦。五。真的是夸张。谢谢刀哥，谢谢。板神子，谢谢你。刚刚就讲板神子，板神子要来。塞牙会有什么关联？有水球，我知道了。关主嘞，关主嘞，要擦布球吧。那我们这关先跟你们收过路费市长，市长，我们那水域后面有，水域后面有。对对对，我们最好就是我们只要有花钱都一定要买到地。这怎么玩呢？那我们西班牙最有名的就是斗牛。对。那我们现在一个人扮斗牛，一个人丢水球，用牛角上的针刺破水球。三颗即算过关，几分钟？总共十颗机会。哇，好难！我可以，我可以，可以吗？我可以，我可以。那你先带上它。我头顶超响的。好，那你们两个可以轮流丢。好。那我基本上会用斗牛的概念，就是左右晃，因为它的针是往内戳嘛。对。所以我会抓到，我可以抓这个距离，你们就尽量往抛物线。往中上这样。对对对，然后我抓到我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乱动。好，一二三。哎，一二三。中了吗？过了，擦到边哎！还是我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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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样子。这这这，我看到，等一下我看到差不多。稳稳的，稳稳的。一二三，啊，差一点。好，那嘉宇换你。再大力，再大力，低一点点，低一点点。好，一二三，呀，掉点，掉点，掉点。我觉得我继续再一颗，继续继续，稳稳的，稳稳的，三。稳稳的，稳稳的，三，稳稳的，哇！我去全家，是不是？我们对我们来说，什么很难？刚刚还说很难。我们要冷静，我们可以来吃优若优格中的精品，哇！精心面，我们可以吃优格了。今天晚上的十点，到现在还没吃，难怪我刚刚很像喝醉酒，我太昏倒。可是我一直认识你到现在，我都觉得你都像喝醉。好像不是吃不吃的问题。好，这边有三种不同的口味，我们可以各自选一种口味，对不对？鲜奶的，有希腊式的，还有经典浓优格。来一个经典好了。好好好，感觉就很浪漫，很适合现在单身的我。哇，我一定可以很饱。哦，我的好绵密哦，你的是绵密的哦，你的很绵，然后好美哦。如果喜欢吃金，它这个是还有带一点酸，嗯，哦，就是说如果喜欢吃酸一点点的优格的朋友们，哦，绵密带点酸，赞。嗯，我的感觉很像鲜奶油，没有很丝滑，而且我感觉它是那种高级餐厅吃那种水果沙拉上面淋的优格酱，可是你却可以用很平价的价格。吃到这种感觉，奢华哦，整个变高级，我的真的很厚实，有一整块，哦，很像豆腐，嗯，很像我们平常在吃的豆腐，像一整块。哦，你的真的是整块的耶，好厚实啊！哇，好棒哦！我
增加饱足感。而且像有些人吃优格很怕甜，它是没有甜味的，所以我觉得可以百搭，打果汁啊，加沙拉都可以。早餐吃这个最好了。好，除了有这个好吃的优格之外，优格中的精品吃完了，我们就要领这五张饥饿舱。那我们又要再往下一个地方去了。我们现在要去泰国，我们是象牙海岸，欢迎来到盛产巧克力的象牙海岸。这一关吃巧克力，这一关要请你们用笔反弹巧克力进洞，六颗机会三颗就算过关，就可以占领象牙海岸。好了，要跟你们收两张，任务费。哇，终于减价了。那我先。好，你先。好，来第一颗。不能表现太开心，好烂哦你！你还是三颗都给你打掉，哎，不行不行，要轮流。好，来第二颗，第二颗，可以，第二颗，可以 ，Go！ 擦边擦边，哇塞 ，OK OK。第三颗 ，Yes！ 我们拼六颗全进，他们过来可不可以 double？ 那六颗全进可以给我一个巧克力球。你们太努力过去，我可以恭喜你们占领象牙海岸。什么？太低级了。领导是黄队，我先跟你们说。好。啊，贱哦，黄队。三张还好，三张而已，三张。他想决定来过路费。好，我们很有钱啊，不用怕了。冰岛玩手。现在呢，开出两个人，然后你们利用身体的部位热度，在100秒之内要融化两块冰。一人拿一块。可以踏进去了。计时开始。凯西都，凯西都，脚超冰的。哎呀，这脚超冰，脚好痛哦。哦，苏子成拿出肚皮的绝招，肚皮温度会高吗？哦，你嘎吱窝站，对对对，一下，现在很烫。嘎吱窝现在上烧，阿哥用可能用撸会较紧啦。是吗？哎，你要这样子撸。你不撸哦，对，不撸伊袂融化。哇，可是脚超冰的，这脚超痛哦。剩一小块，对，剩一小块要靠手，不然会不见。你看这个已经快没了，没了。没了，对，我可以出来了。是你，可以，是你。看我的脚啊！要修，我都变红了。哎，你这个切切个的不啊？肉毛都跑出来，没有了。然后不管了。OK。哦，原来是这个脚超动的。哦。主谋，你就是主谋吗？给你们抽一张，自己抽一张纸。有好有坏哦。哦，有好有坏。一定是好的啦。快用面，快来这面。变装卡，请付五张饥饿超，知名化妆师为你精心打扮。大家吗？五张饥饿超。那你要变装哎？好现实的环境。对啊，好市侩。要变装了？不变装吧？别变装哈。哇！是一折一变装。折一变装。谢谢大家。这卸妆油也是有花费。是蛮可爱的。等下来过来这边抽到卸妆卡，然后再包五张钱，由知名化妆师精心帮你卸妆。目前不要让我来看任何有镜子的东西。不要。我想要假装我现在还是原本的样子。是我身上刚好也好像有镜子，但我们比较可惜的就是没有站到底。还好啦。感觉更衰哎。还是要帮你补一下。不用，你要帮我补吗？我都帮你补，因为他刚刚会觉得他自己看起来好像很衰，就是因为。你知道法令纹是往下的，如果我们呢，把它这样卷起来，把它上扬，你知道吗？看起来就会看起来是不倒翁的感觉，会有拉提的效果。就看人爷就长这样，哎，恭喜发财，恭喜你，恭喜你，有这感觉很重要，是不是？刚原本的妆应该蛮衰的，变衰成跟着你们，现在这样就不会了。我觉得可以加点小太阳啊，看起来待会。扶起来，我画不上，不上去哦。哎，不是，因为你还没有拆开。啊，拆开，你还没有拆开 ，OK。没事，你这样子大家都会说你可爱，没事。啊，你好嘛，萨瓦迪卡，公公卡。水晶晶啊，水啊，很漂亮啊。我们现在到了泰国了，我们要做什么？啊，因为是举队的地，所以你要先付给我过路费三张。好，来，那我们谁要用连档？那就是你，就应该你了吧？
你的脸，你的面积比较的，你知道你的优势啊。好吧，优势就我来。好，准备好就开始。多久？多少时间？60秒。60秒。好。60，预备 ，Go。杯子在后面一点，在后面一点，杯子。好难哦。30秒，9、8、7、6、5、4、3、2、1，停。这太难了吧？还差很远呢。这怎么过的？那因为游戏失败，所以要再复活3张。好可惜，没关系，我吃饱又失血了。对啊，哎呀，这么不能商量的，哎呦。1、2、4、6，好。1、2、4、6，如果到这边的话，我们就全说。好。说完之后，我们就休息了。好。好不好？收工。大富翁第6回合报告。王队占领象牙海岸。王队占领象牙海岸。梦者他们。橘队要给黄队3张饥饿招。就是刚刚蓝队踩到你们的。爽啊！泰国而且失败，爽啊！泰国怎么可能会失败啊？哎，等一下，那我们等一下小心泰国哎。我们来六张很像哎。我们来。然后我们现在这里呢，就是不要一，因为一的话就没得拿5张。一二不要，3跟4啊，3跟4。我自己是比较 prefer 韩国，至少你又想去韩国，我想去日本，好想赢韩国，你没听过吗 ？OK， 1、2、3。太扯，说多少就多少。夸张了，你今天不管说多少都中哎。对，我跟你讲，我收工要去买乐透。好，哎，咱今嘛代志完对吧？我这样只有听。咱拄只不得听一人哦。对，今嘛刚才当听一二色对对。对对对。恶魔啊。126啊。哎，阿姨都 OK 了，126啊。126，126啊 ，OK 啊，126，126，126，126，126。来吧，我们要126。还给橘，所以是橘最多钱了。现在就是要走一，走六，没有事情，没有别的。一，哎，你们要踩多少？1跟6。没有。你真的很棒，你很棒。目前我们是最少钱的。对。因为我们又，我们付了600。对。没关系，1、2、4、6嘛。对，1、2、4、6都可以。1、2、4、6都是好的。1、2、4、6，1、2、4、6，1、2、4、6，1、2、4、6。卡丁诺，够了，你们计划成真了。各位，大家我们要休息了。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是最赢就是最输，走吧 ，Let's go。一心不想努力，只想去卡西诺海捞一笔就休息的蓝队，究竟会如愿提前退休，还是会提前破产呢？都是好的，1、2、4、6，1、2、4、6，1、2、4、6，1、2、4、6。卡丁诺，录完了，录完了，成真了。各位，大家我们要休息了。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是最赢就是最输，走吧 ，Let's go。只有个，只有个，只有个，只有个。到了，我们经过，我们踩到。我们等一下要去别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去韩国。以你们的运气，不是应该直接踩在地上吗？踩在起点，不是。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话，就是踩在地上。但是我们负负得正。我觉得你今天的分配非常的好。对。对。你也是人家选的，不是？我觉得以后不要再让他们选，其实蛮伤人的，不要一直出现。我要吃希腊式优格。好，那我就选这个经典浓。我最喜欢吃希腊式优格。经典浓啊。这个经典浓优格，它顾名思义，它就是很浓，所以你一吃下去，你就是感觉到你的嘴巴奶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它的质地也是比较 creamy 一点，比较滑，我的对比较滑顺柔顺那种感觉。我的是固态的，对，然后我这个希腊式优格是吃起来比较有饱足感，然后蛋白质含量也比较多。我们也会给小朋友吃这个，因为里面含有非常非常多优质的益生菌，然后我们给宝宝吃的时候，帮助他的肠胃道，也可以帮他增加很多好的菌种。对啊，超好吃哦！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真的。哦，对对，我们这样，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吉尔超，5张吉尔超。哎，如果这个抽到，我跟你讲，我们其实占地卡是最爽。对啊，因为大家都有地了，
女神来，女神抽女神，都没事，都没关系，拢是赞呐、啊。我有脑哥运气就是赞，赞啦，凊彩啦，丢啦，一张，好啦，笑，嘿瑞，水，缴税卡，钱多啦，怎么样？一张一张，各位观众，一点一点准备，一点一点。哎呀，我们刚抽几张？六张，张六张，吐了四张出去。那等于没有，就是、没有帮助啊！算一下，算一下，四张，啊，四张，太衰了啊！来，给你啊！请问这关是？我们欢迎到了澳大利亚。Yeah. 澳大利亚传统就是袋鼠，袋鼠。好，刚刚麻烦你们两位穿上袋鼠装，一起跳绳，一起跳，一起啊！这个我可以哦，因为我很不怕痛，我也会跳绳。但是要穿上澳洲的传统拖鞋，澳洲传统拖鞋，这是澳洲是不是？你们看上面有澳洲、澳大利亚传统拖鞋，饥饿的那个，上面有澳大利亚。不要，最近才说不要再出现了。对啊，澳洲人会写中文字吗？哪里？时常这个，哦，那是澳洲当地华侨制作的东西，对不对？输尿管啊，对对对对对对。哦，他们也是流行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就是一个人甩。十下不能中断哦，哈，只付两张，哦，两张，这一万两张而已，又回到挑战的地方，我要再挑战你一次韩国，哎，这次不一样，这也是我们有吃饱，没错，吃饱，没有喝足，但吃饱了再来挑战一次，又是你，又是你，孙协志啊，孙协志，很厉害嘛，我回来了，很厉害嘛，我再挑战你一次，所以啊，先付钱。哦，对对对，游戏我就不用再说一遍了嘛，我已经很熟悉。哎，几秒？但几秒我忘记了。限时六十秒，来先收。不是一百吗？一百是冰岛。哦，是冰罐头，记错。没骗成，没骗成。对，没骗成，可恶。好，来计时六十秒，开始。孙协志，哈，很厉害嘛，很厉害嘛。好，可以了，可以 ，Go。我觉得这个很好打，我觉得这个很好打。大力一点，用力一点，打整片。你有没有瞄准？好嘞！十、九、八、七，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快换这边，换这边。四、三、二、一，怎么可能？他都没有动哎！孙协志，孙协志，觉得这个脸看得很不……啊，死掉。哎呦！啊不，我们先这样。好好，我们有四队，我们等下转四分之一。我觉得这个看得太不顺眼。三。干嘛？干嘛？谢谢。不是啦，还没有三啦。还没。真的还没有三啦。没有，不担心。红哥，我们是。刚刚是不是？我们是唯一的目击者，这一下就不算，因为你还没跳。对，我连手都还没甩，你这样算，连手都还没甩。那这样好了，你们自己喊。开始，他就开始。哦，我们对，我们刚刚是真的还没算开始，他这样。对呀。刚刚突然间开始。对对对，是我突然间开始。突然开始，加油！黄忠耀祖，就靠这一刻啦，大田。对，小弟，这肉翔都在瞪着你。要有压力，一二三，开始。一、二、三、二、三。啊，谢谢。十年，然后两秒就挂了，你也太烂了吧！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林叫女生临阵换将的问题。一二三，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没过，没过，哎，我掉嘞，没关系，你刚继续跳就过了，对。好，我们就剪这一段就好了，耶！因为你没有，但是你没有穿，对，你没有穿那个。哎，他这他已经很少上游戏节目，然后每上一次游戏，对他人生就是一个打击。对，我有感有感觉。可是我觉得你已经从废棒升级，为废棒。你看这个时候要听爸爸讲，爸爸要听爸爸讲。退出演艺圈。不用退，没有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没有进来干嘛退出啊？来了来了，我们招。Hunger Casino， 耶！关主好。啊！玩骰盅的，请往左边。要玩就玩拼嘛，我们就所有全部都压红红嘛。不行啊，不行，不行，这样太不行啊！
我们直接四倍，我们就到底就不用玩了。来这边的机会不多啦，不是每个都塞得到这里的啦。他这个吼，可能待会后面也出现三四次。我们可以分散压吗？也可以分散压，可以这个压一点，反正赔率高啊，然后全部集中或什么的、啊。因为我们今天的骰子的运气都很不错。对对对，要么就试试看顺。我们现在看总共有几张，然后我们来分配一下。5、6、4、6、4、7、4、8、4、9。哎，刚好50张哎。25。那就好，25、25。我们冒险来。25、25。大不了也就在这边结束了啦。刚刚就已经抱着输掉的决心。要就玩这个啦，来赌就是要赌成这样嘛。好。我们决定就这样，好，那就白定离手了。其实好刺激哦，好刺激！你要摇吧，你要摇吧，就这样摇。啊，就这样了，就这样。哇，没关系，我跟你讲，只要有一个红，我们就赢了。有一个红，只要有一个红，我们就收了。OK 哦，有红就有嘛。好。1、2。红红红。再红。再来一个红，再来一个红，因为现在如果是黑，我们就等于是没来。对，还是赚，还是赚，还是赚，因为我两倍。哦，两倍，对。1、2、3，红。1、2、3，红。1、2、3，红。没关系，没关系。OK， 我们赚，我们赚，还是没来，我们没来。我要收你25张，但这边要给我50张，等我两个获得。I love you， 谢谢。我们会再来找你们的。我们现在赶快过来。OK， 拜拜。哎，祖母，我们来吃东西了。哎，刚好踩到这个地哈。没有啊，没有，我们经过。我们其实也想来找你，因为我们踩到哪个都不好，最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来找你。哦。我们知道你人好，来这边跟你就是知道我们很辛苦，一定就会给我们东西吃。啊，对，过一踩。这三个字怎么念？有此过此由，有此过才可以吃啊。我知道啊，啊，但我们说你人好啊。我没有，这三个字怎么念？有此过，我知道啊。你们一直在互相找规则来了，在这边一直熬到就停手了，你真的没有熬不了。对啊，那个融化了不好，对的，哎呀，很冰呢。它冰了不冰紧啊？没了。那我们喝水可以吧？哦，可以可以。哎。你好， yeah. 欢迎光临。想不到啊，在旁边刚看好戏。想不到刚刚笑我半天。没来啊？你们现在还没吃对不对？对啊。一人先选一种口味。啊。对对对对。经典浓优格、鲜奶优格，还有希腊式优格。哇，听起来都不错。你要哪一个？好，我是鲜奶。好，你鲜奶优格，希腊优格。我们其实一开始就吃过一轮的汤匙。得意的，你要什么？我就剩下的这个。哦，这个经典浓油。我要这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谢谢啊。你的衣服颜色不对吧？什么意思？这是我刚好啊，你看这个偏对啊，偏这个跟金牌。你们不要再唬我，你让我吃个东西会怎么样？好了好了，他刚刚已经挫败感很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那我们钱，那个钱是我们的。那个钱。哎，你们真的很黄忙。我手怎么会有钱？诈骗集团，我手怎么会有钱？你怎么会这样？谢谢谢谢谢谢，莫名其妙怎么？抱歉抱歉，跟我们我虽归虽，但我还是蛮会看的。飘飘老师。又到了熟悉的哥伦比亚。要缴钱吗？要。哎，对，3张。这一关是3张。对啊。我以为是2张。我怀疑我刚刚可能是水喷太多。是吗？我觉得水还是要哎，还是要哈。对，我觉得水还是要，因为你刚刚其实有水的地方还是比较多。哦，好，那这样子，我最起码一定要15。对。然后沾一下吧，沾一下。我是很紧张。我觉得你自己感觉。好。你自己感受。沾一下就过来。但是就是这个部分你自己感受，然后过来的瞬间要快。好。Hello， 我好紧张的，我要开始。快点 ，Hello， 半个小时过了。有半个。没了。波波没了，过完没有了，没有了。脖子没有了。20，现在20哦。20，所以你只要10克就好，你只要10克就好。额头，你额头没有？有。额头干的。OK， 好。脖子也紧张。好紧张。不是，你刚有磨吗？一下下。我刚刚一下一下，因为我下去太紧张，我就一直还没起来。
是不是会很紧张，然后不敢起来？哎，好像蛮多的，好像蛮多。等一下，那你不要动，我帮你拨。你不要动，我帮你拨。好了，没有了，没有了。我看一下，多几个。多少？哦，刚好三十，刚好三十，刚好三十。Yes！哎，刚好。恭喜你们，这关又回到了台湾，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哎，这次要把又回到自己的家嘛，所以不用付钱。要把陀螺打到红色的框框里就可以了。好，就可以盖一个房子了。这一块地皮的价值就会变成八块钱。谁要玩？我们刚派刚成功的 Yuri。成功了再打，在这里。那就是没事的，帮你拿着。好，我们没事。都没玩。人生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于他在操作一个很认真的事。陀螺怎么会是这样打？真的。你们现在也在，因为就在隔壁啊，我们算好邻居。你们要盖第二层了，对不对？对，我们算你们的好邻居。江涛哥帮你讲了，你看这样够不够紧？不够紧再重新打。来，没关系，没关系，我相信。可以了。经过你的手。动画有打起来过。不是，是我们是赢了后在这里。有了，碎，三，水啦，五。真的是夸张。刚刚你讲，你那时候第一次到人家家，当然要付钱。我们算优惠，因为现在我们盖房子变八张了，我们给你收就不算房子钱。我们讲好，我们就不收你那个盖房子钱。盖房子钱也不算，盖房子就经过费就好了。就经过费就好了。你们要不要？好朋友，这个好朋友。现在经过的费用是8张。8张，如果没过关是16张。啊，我们就是经过费8张，不要16张。可以啊，要不要？可以。我们现在正式的跟大家宣布，绿跟橘成为好朋友。好，正式跟大家宣布。所以他等下去泰国要给我们16张，对不对？没，不行。我们你们盖好房子，我们只有一块地而已了。对啊，你高利贷哦。对啊，你看都看不下去。啊，我们现在到了英国。Yeah。哦，我们到了英国要玩什么东西？跟桌球。英国是桌球的发源地，全员轮流将球反弹进16公格，那16公格里面要连成一条线计算过关。哦，那个，那多少钱？我们急着付钱，4块钱。啊，算你拿去。我们就算输了也没关系，我们还有钱。对啊，我们人格大扭曲哎。要太小力了，只能弹一下。换人来换我。好了，有，好。好啊，来，太边边，好像要轻一点，七点，对，那我轻一点好了，也是很运气耶，太轻，好难哦，哦漂亮，哦漂亮，可以，哦，我真的感觉到那感觉了，写到我远的，我远的，我大力一点，我给男生，哇，差一点点，这样吗？哎呦，不行耶，太大力了。我还没进啊！你太边了啦！哇，有难嘞！这个难，而且还要连线。哎，这里是还要走前面那一格。可以，这一个，左边跟右边。哇哦！哇哦！中间比较好弄。我们有四了。哇哦，中间4颗站好站满，剩下的只要随便进，几乎就能连线。究竟目前最多接二超的蓝队，能否同时成为占地最多的大富翁呢？哇哦！哇哦！中间比较好弄。我们有四了。连线怎样连呢？我好像要左边一点，它就可以弹到。那所以现在我还没。随便，你有中就好了。啊，太小。哇雷，我还没进。这样呢？哦，你差一点呢。想要进那个，我故意往左边一点。没机会了。哎，没了。还有一颗，最后一颗，这个也难的啦。哦，斜的。差一点。差一颗。很漂亮哎。对呀，差一颗。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祖摩卡。祖摩卡三格。祖摩卡。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哥伦比亚结束了，我们来算一下，一就是跑到橘队了。其实四五六都还 OK， 就是不要付钱给别人就好。好。四五六，或者是五六不能忘，五六。我没有想到富布德顿这么灵验，这个威力多强啊！真的很夸张。一加一，我们现在是大于二。呀，够！现在五是哪里啊？意大利。意大利。耶，我们要去意大利啦！来哟，来。四，大呀！哎，赛了，日本，日本，加油！一，四，可以，一二，爸爸，一二三四，什么？哦，又抽祖魔卡，机会命运的那种。不要饿，其他都可以，不要都可以。三是什么？不要饿就好。哎，我们在哪边？这边，一二，祖魔卡，耶！好，意大利到了。好可爱哦！这是一个披萨，焗烤。意大利最知名的就是披萨了。一个人负责丢披萨 ，OK。一个人手托托盘接披萨，接到以后喊出妈妈咪呀，六片机会接到三片就算过关，就可以带六片。好，六接三。好，这要付三张。3张 ，OK。哎，接托盘的是要单手，对，单手。哇，单手。好，君君，反正我们有六次机会，对，一样六中三就好。我们先来试，一个一个慢慢来，我们不要急。一二，哇，这样是差一点点，我再大力一点。我刚刚那个其实应该可以接到，但是因为我手伸的不够出去，不然他翻的那个角度。刚刚好。好。哇！那么密啊！好，还成功，还第三片。可以。1、2、3。那么密啊！两片成功了。OK。顺了。我们真的是渐入佳境。来。再一个。1、2、3。妈妈咪呀，妈妈咪呀！而且我这个接的非常好，完全在正中央。我发现我们好像比较跟那个欧美国家，就是比较，我们跟欧美国家比较有缘。对。然后到了日本呢，我们来进行传统活动，打羽球，派出两个人，然后互打5下落地就过关。一次机会。对。来哦，好，预备，开始。一，好呀。二，三。四、五、六，六还掉在上面，耶 ！double 盖两间房子 ，double。好，恭喜过关，站到日本。然后跟你们说一下，刚刚过路费3张，日本的过路费3张。我们真的现在只能寄望大家，我们要靠我们的地赚钱。对啊，我们要当房东。我们刚才的10张真的是有伤到，真的。来，撒妞。然后可以贴日本，对。好了。我们刚越过我们那个友好。我们原本想去日本的，被别人去了。没关系，我们来到了，也是一个新的地方。希望我们可以抽到他们所谓的好的主楼卡。对，因为里面说1半1半嘛。那要不要我先帮你们剔除掉一张？好，可以吧？可以，应该可以这样。我想抽这张。好，那先不要。好，把那张抽走。真不要。那我来抽一张，可以啊。塔罗牌的感觉。是啊。机会命运邀请卡，饥饿国王邀请参加。好，请付6张。你说完，为什么？先让我看一下我的卡 ，OK 啊。我们看一下，到底有各位更惨。哦，好险呢！负2倍，你真的是衰身，你真的是，幸好啊！怎么会这样？你反指标又衰身卡。大风真的有衰神？怎么会这样？怎么还在你这一队？我就才知道说，原来选人是很重要的事情耶！真的耶！对啊，我觉得现在好开心啊！你花了一集来了解这件事情，也是负担太大了，觉得蛮值得的哟。来6张。哎呦，好贵哦！没事啦，我们刚刚也都我们日本站走了。1、2、3，没有损失6张。六。对，然后只用水要买，衣服要给。哇！我们是国王的牺牲了吧？
你要帮我贴一下国王的心在他身上。国王的心还要贴国王的心意在身上。我看到了国王的心。加上脸成功，哎、欸，其实是好看的耶，好看个鬼，很时髦的，哎、欸，很时髦，现在也露一边露出来，这件花6块是值得的哈，对不对？是也没有，还好是鱼吧，这感觉只有1块钱就够了吧？来来来来来来，速摩卡，好幸运，我们刚刚就说，如果是3的话是最好的，对呀、啊，就是谁要？而且速摩卡哈，我们现在知道的有什么？有抢夺卡，还有飞行飞机卡，可是它一定也有不好的，嗯。有可能被占领，也是 有可能我们会被占领。好吧，那这样，跟早上一样的。哦、可以哦。一人选一张。好，好，好，一人选一张。好，我感应一下。一、二、三。好，这个。哎呦。哎，都不一样。好，拿出来，拿出来。好，我的这边。好。好，然后猜拳。猜拳对不对？赢的人再从这三张选一张。好。剪刀石头布。石头布。哦，你最赢，你最赢。如果我们抢夺的话，我们就可以抢别人一块地。对。可是如果我们是那个早上茄子他们那个可以飞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的那个飞行卡，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飞到 casino 哎。再赌一次。是不是？哎，我可以看下地图吗？所以我们在这边嘛，然后飞行卡，然后我们还可以拿持有格，还可以再拿5张，然后我们再到 casino 再去跟他拼。那也要抽到飞行卡，本来也是要飞行卡，抽到没有那飞行卡或抢夺卡都可以的。我觉得我选别人的好，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运好像没有很好。OK， 我们延续早上的运气，先把我的放回来。好了，我选人福哥，因为我觉得你今天过关的运蛮好的。你说他就他了，不要三心二意了。好，一、二啊，我不敢看。一、二、三。这里为什么掉一张这个卡下来？哎，这是什么？巨幕卡，巨幕卡是掉下来的哦。巨幕卡是刚刚我选的，是你选的，你选的是巨幕卡掉下来，哎，可以偷看他的吗？我看我的是什么，可以吗？好恐怖哦！我刚刚说什么？你选还有个变装卡，那所以这两个都烂的耶。我们选的是这个耶，很好哎。对，我们要去 Vegas，You know，We are going to Vegas。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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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然后我们接下来去冰岛盖房子，盖房子，盖房子 ，Go Go Go Go， 好，来甩一，火力，甩一，好啊，一，最好是一，最好是一，一，哎呀，试一下，啊，美国也行啊，也还行，还行，还行，再来就是岛田的水喽，好的，我们现在要甩一跟一跟五，就对，最好是。有哎，真的只能甩一跟五。对呀，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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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面这两盆冰水，我觉得大家玩完之后，它冰块是不是有更多了一点？你那个好像变多了，我已经快看不到下面的贴纸了。不是，好像还变少了。要进行升级任务，就是一样，你们要踩在冰桶里面融化冰块，只是现在要融化三颗。反正就是三颗弄完，那就我两颗。好，然后准备上来喽。好，好来，好开，先踩吧，先踩。哦哦哦哦哦哦！赶快开！开始！哇，那脖子，刚刚脖子很快，刚刚脖子很快。好，身体。好，我感觉我一颗已经结束了。啊，哎呦，小心拿！有，我觉得我这里两颗要结束了。快点，这里两颗要结束了。好，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两颗结束，哎，差你一颗，差你一颗，差你没了没了没了，好，我赶快坐下，我天哪，哦，我觉得极限就三颗，我真的没有要说，如果我们要盖第二间房子，如果到五颗，我们就算了，我们就一间房子就好，等下如果再回来，我就不会玩这个游戏。美国啊，那有我看到自由女神像的那个。哇，先跟你们说，这一关只有两张，两张而已。两张，两张，好。这一关呢是
一样拍出两个人，一个人丢甜甜圈，一个人要扮自由女神接甜甜圈，用那个火把接。总共六次机会，要接到三个。好，我丢你接，我接，我接。哈哈，迈向自由的女神 ，OK 吗？第一个试一下哦。Go。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可能可以，可以，好，可以。来，正式开始。对对对对，是七个吗？六个。你们在算呢？可以。九，你要再过来一点。对，好，我再过去一点。哇，都不能 miss 了。好。对啊。来。哎呀，真难呢。我对这种东西。哦。有对这种东西还蛮有信心的，说实话。找到学校了，可以。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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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找到学校了，找到学校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逆转胜，逆转胜，胜。嗨，加油！耶！耶！超级担当美国。谢谢，谢谢，谢谢。Yes, yes， 这样对嘛？这样收钱才。开心啊！哥伦比亚来到了黄队呀！这一队是黄队的哥伦比亚哈，空地费要三块。好，这关谁先？我先。好，是。那你我们的策略是不是其实应该是要快速？对，要快速，不能什么慢，它这样子不用直接瞬间。好，我们用速度快。No No。好，你要夺失超速，好超级。因为他需要卸妆嘛。哎，脖子可不可以一起下去啊？脖子应该不行。不是，他就这样下去，太多了。可以可以吗？要开始吗？对，开始算，一二三，哎，可以，哎，哎，手拨用手拨用手帮，不不不，用手拨，用手可以帮忙拨。你下巴有？可以吗？有有下巴，这里，下巴正下巴，正下巴，有有摸到了，好 ，OK。哎，这我一定要跟你一样的量哎。现在是18，十八，可以，还要十二，换一盆，18啦，你要12，好，那推过去。转转转转，扭一扭，哇，泡泡牛奶，感觉很好吃。哎，有哎有，可以。多少？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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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好，过关，公主过关。然后我们要支付三张。OK， 三张。哎，我觉得看你们这样，我觉得很不忍哎，感觉。我也得下去一下，好像。拜托不要，不要吗？不要吗？对，还好。因为。感觉我脸干净，好像不太对。但是我目前玩了两个小时，没有这很有。我们还是要玩这个吗？还是要玩扑克牌？当然玩这个啊！玩这个继续吗？玩这个继续，只能玩一次哎。那我们就照刚刚一模一样的。好，我们先算一下，算一下我们有几张啊？帮你算一半。好，你算一半，你算这边。我钱太多了。三五、三六、三七、三十七。这边三三。三三，那所以是总共七十。七十，然后这边七十六。七十六，七十六，好，七六除以二十。对，这边六张，没错。好。三八。三七。七六是三八。三八，那你给我五张。好，那这样就对了，就这样啊，来来，哎，如果开到黑黑怎么办？我现在很在这里唱吗？万一没有开出红的，你们就你要唱，所以我们就这样。好了，有红的就有啦，就这样了啦。反正刚刚也是这样赢的，也是这样赢的啦。该怎么去？我觉得不可能黑黑啦，我们就是一定会有红啦。我们今天气势如虹。对啊，气势如虹。我算一下，如果红的话乘以四，36，144。144，好有钱哦！好，来来来来，144再加，来店里走。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啊啊啊！好紧张啊！红色，红色，红色，好紧张，好紧张，你开，看谁？我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真的很晒，我没有赌运的人。我刚刚先开右边，那我先开右边。啊，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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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红的，红的，二三。红的，二三，红的，红的，我看下一个会是红的啦。没事没事没事，改到这边了，风水改到那边了啦，红的，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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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的，一二三，一赔四确定是无望了，究竟他们能否捞到一红一黑一赔二，还是会开两个黑破产当仆人去呢？红的红的红的，红的，二三，红的，红的，二三，红的，二三，红的，红的，我看下一个会是红的啦。没事没事没事，
改到这边了，风水改到那边了啦。看红灯，一、二、三。环游世界大富翁第十回合报告，蓝队破产了，蓝队破产了，每个人请自行分配要去哪一队帮佣帮仆人。看红灯，一、二、三。Game over。那我们今天白玩了吗？对，而且我们前面那么畅秋，谢谢你们贡献主场今天的辛苦。可以上树吗？啊，你们没有钱怎么上树？对，优格，优格，给你吃优格。还是我们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典当吗？典当吗？可以典当吗？那个请到主场外面的当铺。天哪！蓝队现在破产了。那他们占领的这几个国家呢？变空地了，所以可以把它标签撕掉了。哦，哎呦，三个哎。对，所以纽西兰、埃及也没有了，西班牙也没有了。一、二、三、四、五、六，哎，六，所以不要六都好。对，不要付给人家都好。好，是什么？一，主谋。主谋。哎。你要来我们这兒啊？有一点热。哎呦，当小小助理是。OK。太好了，感谢你。十赌九输啊！不要这样玩啊，跟着我们吃香喝辣的，我们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事情。来，那我们来踩骰子吧。好。来，我们继续摆。没啦。哎，一。OK。一二三。哎，不是那个，不是拿那个要拍哎。要拍。对，我在拍。三。没有，没不算。好，一。二三，对吧？去加拿大，走吧。对不对？敢去加拿大飞机？加拿大。你们怎么？主要门，请问会热吗？你们是我们这一队。请问热吗？帮你们撑伞。哇塞，好甜蜜。你们是怎么了？我们刚刚去赌场把钱赌光了。太凶了。太凶了。对。但是我们前面是最赢的。这些我们的警讯就是真的不要玩太凶。不要那么啊，对对对。来，请问哪一位？不要拿地图，好不好？不要拿地图，好，不要拿地图。好的，来。哇，这个结局太让人意外。好，我们现在在，我们在圣地亚。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想要去。你想去吗？我也想去。好，二三四，啊，来了。二三四，二。这是什么？不知道，是来让我帮你们解。帮我算。英国。天空地。哎，我们有去过，我们好像有去过英国。有，真的吗？桌球的关卡。那你们过关的诀窍是什么？没有，我们没有过关，我们完全就是把它全部堵在赌场。我们刚刚已经无心在玩游戏了。好可爱的仆人啊！哇，来了！你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啊？仆人，我现在是仆人啊！我被分配到你们这队当仆人。可是你是仆人，为什么还有一个优格可以拿？因为我们吃到好多优格。哦，真的？对，跑那么多圈。哎，那既然我们有仆人。我们道具真的很多哎，可不可以都给你拿？不要再吃了。对，我的仆人超好，所以帮你们拿东西之外，我经验很多。我运超好的，我们第一个抽到什么你知道吗？占领卡，可以随便占一个卡。然后第二个我抽到飞机卡，就是可以去到任何一个地方。知道啊，就是害你破产那里啊。我专门抽这个呢，你要相信我。我跟你讲，就这张。等一下，我就你要不要选项嘛？等一下，我就告诉你我的是这张啊，你要不要选是你的事情，我只告诉你我的是这张。好难哦！不相信我你会后悔。我想要先换一个仆人。他这个仆人一直干涉，一直出意见。这个仆人也蛮吵的。好，来。所以结论就是我觉得你相信你自己。不要。那我抽吗？好恐怖哦！我抽我的哈，我就放在那地方，你们待会后悔。跟你讲，这你会后悔。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太容易被洗脑。你要知道，我在这节目当中赢了多少次。相信你自己。相信我自己。好，相信我们自己。后悔？不会后悔。就这张，一、二、三。缴税卡。哇塞！点数乘以二就是我们要缴的税。那你看我的，看一下王仁甫彩的，王仁甫选的。一、二。哇塞！是为什么？你真的都机票卡？跟你讲，你都不相信啊！你们就是不相信，你们这些主人都自以为是，起跟仆人就以为自己是天了。我跟你再骰，就是会骰到六。
我六成愿你缴十二张，你先拿出来十二张。今天不是我们请的，是我们收留你，是你破产、啊、无家可归，是我们收留你。我不是被指派过来，我公司就叫我过来啊。我要先缴税。我跟你讲，真的会，要不要我帮你甩？不然你真的会十六，你会十二。我们要不要让他甩？如果甩到六的话，至少他可以闭嘴。好。他就是觉得说，哎呀，糟糕，他开的支票没有兑现。好。他至少闭嘴。要不要？好。好，你甩是不是？各位观众，好不好？就是这张一。好紧张哦。交给我，我跟你讲，我是财神呢。Ready？ 一。喷十二张，缴最多的税。刚刚我跟你讲，理论上中，你自己乱甩到一。因为我就是好的，六是好的，因为六够多。那我也不知道。好气啊！我们明明是要得到一个福，难道你来一个衰神？对啊。我们刚刚讲啊，其实你还是有优势，为什么？因为你高了，对，哦，用一个，你对多加的次数，对对对，好凉哦，对，多好，这个煎桃啊，哈，真的会。我们接下来盖第一间房子，那第一间房子的规则呢？六次机会要两张才过关，加两次，六次要两张，加两张 ，OK， 可以的。有多高有多高，对啊，对啊，一二三放，哇，好香哦！你每次都拉干哎。最后一刻，最后一刻，对，没，确定没有，确定没有，对。哎呀，落太快了，太重了，是。这张落太快，这张比较重，嗯，两张了。一二三。要算了，结果你又放开啊，他又开始飘了。还好最后这一把又是在下面的时候转，这样观众就没。而且我整个重心都已经偏到旁边去了，这样观众就不会讲话。对啊 ，OK， 盖房子，这关是英国哈，然后英国是桌球的发源地，只要连成一条线就可以把这块地买下来。这张的空地费是4张，4张轮流吗？轮流。突然间这样，你会觉得很有钱，好有钱哦！不是，没有。对啊，我们刚刚更厚哎，我们刚刚是数很久。但是你们现在没有了，没有了。来4张。来喽，第一个。哎，还真没有，很难，真的很难。哦。哎呦。没有，我们还有机会。你们好乐观哦。有了，有了，终于有一颗，有一颗。他们飞出来，只能再失败一球。对啊。有，来了，哦，来了，哦，好，哎，这两个都可以，都进，都还可以，对。哇，这也太难了吧！可以啊，这一颗，最后一颗机会，可以。等一下，仆人，你的主人在淋雨。有，主人在淋雨。我要帮你们撑伞了。雨越来越大。来，好。好，帮我们撑伞。谢谢。这跟电影的撑伞好像不一样。为什么？电影的撑伞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子。对啊。仆人自己要在外面。好，那仆人，那好，那你这样子。对，这边我这样子。仆人的肚子要到我的手了。这边我这样子，这边我就这样子比较好撑。仆人的肚子。啊，有吗？还好啦，还好。一二三。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象牙海岸。要去干嘛？我们自己的地，这样至少我们不用先喷钱啊。对啊，没事，就用十分钟，你们去自己去盖房子，一点用处都没有对啊。没关系，至少我们刚刚有一个衰神，好有志气哦。刚刚有一个衰神，还有我喷了十二张。看我们喷了十二张，现在我们再到别的地方，我们如果再买地，也不会有人要来啊。所以我们应该去自己的地，至少不会花，不会花钱，是对的。六六六六六，一二六。让我们去六了，没完没了。五十三。冰岛。哇，又冰岛。还两个哎。又冰岛又要泡脚。最近很贵。对啊。谁闪？我闪。好。三四五六。好，可是六是我们的耶。三四五啊，我有破产了就没了，是不是？对，没有了。有这回事，我现在才发现。没有还有了。怎么还有？我现在才发现没有我们。你怎么会对自己有这么深的误解？好难过。那你已经是你的前世了。哎呦。我想说，好，好，三四五六，三四五六，三四五六，噔噔，耶！赞赞赞！煮毛，一二三，这个不错，我们可以哦。说想要去煮毛，我们终于遇到新的人了。你怎么变这样子？我在扶我的姐妹。等一下，我们刚刚有说了，我们只要到了下一个交错的话，我们就要换夫人。我们要换仆人，对，为什么是不行？帮我们帮忙完来，没有说可以换仆人的，有，没有有，为什么有围兜兜啊？他刚那太像水果奶奶了吧？你还是水果奶奶，是水果奶奶耶？说不出来是什么？香蕉、水果、冰淇淋、水果、冰淇淋，好吃好喝在这里，水果冰淇淋。等一下，你们要去哪里？你们要去煮毛？你的强项，真的强项，你的强项给你，你们要什么我就吃。看你的脸就觉得他好像不是很厉害。不用给他很强，他说拿什么拿什么。真的假的？给我们一张飞行卡。哇塞，是破产了。我们遇到你真的很开心。我们终于换了一个。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 lucky star， 没关系，我来拿。什么呢？我来拿就好。哦，你们的家。没错，我们到了这里象牙海岸。我来盖房子哈，所以这次是六颗机会，进四颗就可以盖第一间房子。六进四 OK 啦，我们刚刚三颗进三颗，然后就过了，后面三颗根本都没有玩。我们的强项，来加油！好，你先，六进四，一、二、三，哎呀，哇，后面是我，这么松懈，太松懈了吗？哎，怎么回事？你这是傲炮哎！就算不会输钱也不会输。不是，我们刚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们蓝队有点可怕哦。前面还说什么三球进三球，我再一个。好。哇呀！哇，没了。可能因为你们刚刚有一定要赢的压力，现在是没关系，是盖房子比较 free 一点。我们就光付那个税金跟过路费，我们然后买房子，我们就一直在吐钱，很凶，都没有收。弄者他们好像都没有付到过路费。好，那这边因为他们是两个，也是盖了一间房，所以过路费是六角。其实也是蛮多的，蛮多的啊，太多了。哇，这真的太伤了。一间房的规则呢，就是要一百秒内合力融化三颗冰块，才不用再付六角。哦，超冰。每当 lucky 有 lucky 的波啊，不会，好，苏子成完全都用肚皮撸，从刚刚第一回合就是一直用肚子撸，现在是那个脚好冰了，对，要撸到不见，好热，身体哪里热？啊，没有，可以，重新一颗，重新一颗，来，加油，充满，充满，几秒了。三十了，一分钟，哇，你这个很难撸哎，新的。哦。加油，还有四十秒，一定够。快没有了。因为你能量嘛，诺哥能量。快没有了。快，加油。好，没有了，走。没了。快，脚要冻僵了。我们这边又缴了六张，有够倒霉的啦。刚刚我帮他们抽飞行卡。真的？真的假的？还是我们有。真的有，还是我们把机会真的这一次就好啊。好，我们给仆人。你们请到这仆人好，因为我们见过世面。好，但是你们懂得怎么服务你们。对，你们环游世界过。对，我们是曾经有钱过。对 ，OK。所以我们会知道你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OK， 就交给你了。好，算你破产了。确定一下哦，有追神卡。对，
占领卡，机票卡，机票卡大家最熟悉，就拿机票叫粉红。好的卡也太少了吧。然后免费卡跟乐透。乐透是什么？获得过的奖章。这个可以。其实我们可以机票或乐透卡，拜托或乐透，拜托了。中乐透，中乐透，中乐透，拿机票，中乐透，飞机票，中乐透，飞机票，中乐透，飞机票。有一个困谁哦？对，机票。好，中乐透。我给你们两个选择。好，我觉得不是这张，就是这张。又到了二选一的时候。我来选。好，因为我有感觉，我选这张。好，好吧。耶，机票。哎，真的，真的是机票哎。那另外一张。哦，你看，好险也没有这个，是不是？真的，机票卡，我们都要飞去哪？赌起来，我们飞去那个 casino， 我们要马上天堂下地狱，反正也是没多久。而且我们还可以回去那边拿五张。对啊，五张可以。十二回合报告，橘队要给黄队六张饥饿超。哇 ，yes。然后比赛结束，请回总部。收钱，收钱。好。比赛结束啊！请大家回总部。我要回去。比赛结束，马上打一声这个雷声。比赛结束，哗！哎，我们好不容易抽到机票卡。我们要抢票，机票卡不能用啊。好，至少让我们飞一下吧。等疫情结束再出去了哈。我讲，你们这里有。啊，反正等疫情过后，你们可以跟饥饿游戏申请一张机票。啊，是这样。我们这里要去那个。因为没有用到嘛。哎。漫长的大富翁游戏，但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因为这个蓝队等于早就破产了。我们 all in 的赌法就是要么赢，要么输这样子。我们最高纪录有到76张卡在我们手上。那你们现在没有钱了？对啊，好看不提当年。哎呦，阿丽宾呢？哎，他就是晒个太阳之后就开始想雀斑，是我妹妹，有点沧桑。对对对对对，妹妹啊，我们是一组，今天辛苦你了，妹妹。这个因为绿队啊，因为绿队这一组我们已经，我觉得是已经没有看在眼里，哎，因为他们地也少，地也少，然后付的钱又多，然后黄队是蛮猛的，偷偷摸摸，你们付的钱超少，没有，我们前面第一 round 都输。我们是到第二轮才开始渐入佳境啊！这个游戏还是拼卡西诺啦，买地太辛苦了。买地没有啦，卡西诺一次就赢了啦。那这样，我跟你讲，出来看一下蓝队。我们应该两个小时都玩卡西诺。对，真的。对，真的。看谁运气。哎，你这个敌意，其实卡西诺的老板很开心，他很想玩。好啊，那要看那个主谋怎么算。那你第二超自己先算。然后我我们在仆人这边，我们的那个，哎，你的仆人不是我，不是，我们换人换人，对啊，我们超没钱。哦，抱歉抱歉抱歉，主人，这是我的，把钱偷走了，没有，我不在，没有，这是我的，我随便领张，我这里没有在这里，哎，我其实也还有一张哎，那你们谁嘞？对，绿队只剩一张，没有啊，跟我们也差不多，太惨了，结果没有，因为全部队都不见了，真的没有。在我口袋，我在口袋了，我是啊，他有。他说我哪有拿你的钱？哎，这个多亿，哎，真的，他真的多亿的，不是靠通告费的，靠骗钱的，对不对？就是 A 啊，对啊。对啊，还说我拿走他的钱就放自己口袋里面，害我这仆人好紧张哦。有点飞耶。我们先算，来算十个一辆这样。十，来来，谢谢老板，来谢谢。哎哎，好来好来，再下一张。好，十张。哎哎，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好，来，你们都最打赏了吧？十，有十张，十张，好，来，绿队感觉很多耶，绿队超多的，哇，对，我跟你们讲哈，你们都搞不清楚策略的部分，策略啊，我剩六张，两倍，所以我36，黄队了，好，来，再这个，这边有十张，啊，你只有他们超多，六张你们没有，他们只有六喽，剩两组，好意外，我们竟然赢了橘队，对啊，对啊，我们以为，我们输橘队，那我们到底赢了橘队，他们也有啊，好来算，最后你们手上还有几张？哎，一个战敌不多却跌破大家眼镜的绿队，一个是今天转运的黄队，究竟哪队会是今天的赢家呢？
啊，他们只有六喽，剩两组。好意外，我们竟然赢了橘队。没有。对啊。对啊，我们以为我们输橘队。那我们上赢了橘队。他们也有。大家都好来，算最后你们手上还有几张？好了，噔噔噔，三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们赢了。因为我们 给他同一个地方，就给了两次过路费，有一次还盖房子。好，恭喜黄队获胜！下次还要选他们呐、啊！恭喜他们两位，也谢谢周来宾，欢迎再来好看的饥饿游戏，下周见，拜拜。